我是此举边路魂，就是尽量都要自己做，一部分就挺省钱的，做音乐确实挺贵，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可以把所有的部分都拿自己做，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，会有一个新生儿到一个长大的孩子的那种成就感。真实与纯粹是音乐的基本法则，我是苏楚弟。欢迎进入新生音乐盒，你的新生指数是四颗星。每当音乐开始响起，我又开始扮演你，我的你是尽全神话的机器，还是飘入怀笔记千里，有种把你写封里，藏在身体里，全力也挥之不去。只有几句扮演着身体和微信，奔向结束管理区。And say 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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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， 多么愿意。虚幻世界充满了迷人情节剧，消防车恋人挖机，看待身体扮演着身体和微信，很想结束管理局。 And say 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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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每当音乐开始响起，我又开始扮演你，完美的你是尽全奢华的气息，还放不入坏脾气，关键淋漓，有种把你解封里，藏在身体里，全力也挥之不去。只有继续扮演着身体和武器，很想结束管理区。 And say 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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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， 多么愿意，老师好，我是创作新生苏楚丽。大家好，简单推荐一下这首歌好不好？扮演的你，扮演的你，其实我说的这个你是我自己，曾经的那个我，自卑、社恐、小心翼翼，在工作里、在舞台上做任何的事情，好像都在扮演别人需要我呈现的那个样子，非常不像我自己。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穿着平底鞋、穿着牛仔裤站在台上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唱自己想唱的歌。现在很多人都在找自己啊，你做这么多音乐，我觉得你是不是都在找自己？对，我觉得是每个人的人生阶段、年龄在增长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变。
什么样是你自己呢？什么样的你是最舒服的呢？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寻找。你能力非常的强，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不要太着急否定自己，就是有些时候你的前行它是一个迂回前进的，你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找到，哦，原来曾经的我也挺好的，然后我又找到了一些过去的自己，然后再往前走，走着走着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，你会想，哎，之前我还有一些挺不错的东西，我要再把它找回来，它永远是一个迂回前进的方向。先来看一下新生音乐盒的声量值。人工智能评分系统给你的是90声量值。四位新生推荐人给出你们的声量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声量值。舒楠给出的是93声量值，陈明93声量值，郁可唯89声量值，赵赵90声量值，累积在一起是365声量值。我们来看一下苏楚丽排名，哇，排在第二位，365，继续努力好不好？谢谢老师们。好，回到新生之家。